阿贝，我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AY 阿贝。那么今天呢是开服的第64天了、哦。那么我们要来推我们的主线了。哎，话说我的这个衣服啊，怎么到现在连一个对应的属性都没有啊？又够可怜的。不过呢，阿贝也是不太想要花这个钻石去购买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推我们的29至21啦。好，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不妨先帮阿贝点一个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你就可以收到阿贝最新资讯。那我们就正片开始啦！哇，不是这样搞吧？第一关就直接来这个狂龙哦。那我们来把这个 Cody 放上来好了哦，毕竟这个狂龙他的招式不太好断哦。如果要拼断招的话，会要拼这个生生不息的话，会打得蛮痛苦的。来，接慢一点。断。来，再接起来。白嫖是大。幸福断，来接快一点哦，好硬哦，怎么这么硬啊？断一下，断一下。哇，有够硬的，硬邦邦啊！好，在这一关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狼给他换上来了。来，出发！来，再接烂，拢免考虑啊！来断。都是这种关卡多好啊，对不对？舒舒服服的，白嫖一个大，舒舒服服的，断招，KO。好，再来这一关的话，有这个 Goken 哦，所以说建议是可以把这个换上来，把 Rose 换上来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输出哦最大化。来贴慢一点，断。来接起来，白嫖一次大，来准备断招，断，好硬哦，硬邦邦哎。还好没有人死，太硬了吧这个，哇、哦，差点打到时间到。我们来看一下伤害数据，电狼 15%， 春丽 84%， 看来电狼还是带这个叫什么，带暴君比较理想啊，对，带暴君比较理想。毕竟啊，他的攻击还是太低了，所以说就算触发了那个生命趴数，也好像比较还好。
好，接下来这一关的话有风狼，所以我们也必须要上风狼。然后 Cody 的话把它换上来好了，因为我们要用这个风狼的第二招去断招。来，稍微接麦一点。来，准备断招，断。白嫖是大。来，断招。来，直接起来。断。那么我们第二次跟第三次呢，都是用 Cody 的必杀技去断的、哦。这边大家稍微注意一下。好，在这一关的话，我们又可以换回我们的最大输出。哎，也不用啦，我们就放 Cody 好了。哦，这样应该整体输出就蛮够的吧。来，先接麦一点。断。来，接起来。白嫖。直接踢烂。准备断招。断。KO。 好，在这一关的话又有我们的狂龙了，所以说我们把阿贝尔给他换下来哦。好，一开始先接的慢一点。断。来，接起来。白嫖。断招。幸福。哎，完了，没气了，上盾，能上盾了。哎，还好阿贝尔整体还蛮坦的，差一点就死了。好，在这一关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狼给他放下来了。记得慢一点。断。好，接起来。白嫖。准备断招，断。KO。
真希望接下来的关卡都是这么的简单哦。好，再来这一关的话有这个巴洛克哦，所以说如果你春丽车库没有加到速度的话啊，那么你整体的话你就必须要上这个风狼哦，不然的话就像阿贝一样上这个重机，重机对应到这个刺客的定位哦，它就有加到这个速度提升8哦，速度提升8，这边有提升5，所以说一共是提升了13的一个速度哦。好，一样我们先接的稍微慢一点。断。好，接起来。白嫖。哇，好硬哦，硬邦邦。来断招，勉勉强强还过得去。哇，等下等下，不要这么凶啊！我已经晕他了，我怎么也被晕了、啊？吓我一大跳。好，再来这一关有绿帽哥，所以说我们要把阿贝尔给他换上来哦。来接麦一点。断。所以哦，不要往前啦，对，回去退到后面去就对了。白嫖，来准备断招。哇，太硬了啦，硬到很夸张哦。来准备绿帽膏下来了，盾要上好、哦，来准备要断招，断 ，OK， perfect 断，上盾赶快，绿帽哥不要一直闹哦，绿帽哥，哇好硬哦，剩下10秒嘞，也太硬了吧！关关难过，关关过。哇，又看到快乐的一关了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电狼给他换上来哦。来，接着慢一点。断。来接起来，白嫖，断，KO。 太舒服啦，目前打起来呢都还算蛮顺利的啦。好，那阿贝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，希望啊对你们会有帮助，如果其他问题的话也欢迎在下方留言板提问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阿贝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